弟弟的头像吗？走在鬼档啊！我怎么会做这个？还屌我！就是我咧讲阿兄啦，想要做生意，佮无迄个灾情，做啥倒啥，到处啥拢了钱，一工人来阮家收拾啊。我想讲，我也袂晓读册啊，袂晓教头生啊，我估计到头小来得。啊，把人头小都是去吓人，你为什么都靠自己头？这是谁要管我？无迄个霸面的嘛，迄欠钱拢嘛艰苦人。啊，你共拍断伊，唔欠愈济，你囝会用钱就好啦。我觉得你家人一定很感谢。这是要讲什么感谢？就是拢缘分嘛。当时啊，一家伙啊，吵吵闹闹，啊，嘛是较习惯。可不可以心疼了就好但是当初你也是啊你要照顾你阿爸一定会记得你当初多辛苦不会啊对狐狸才是辛苦哼给讲的要继续啥？要干嘛结婚哦？笑诶！不要让他再看到你。我想习惯以往的模样。上班加油啊！干巴的呢？把笑容变成日常。想象着平安汇成河流你就爱家一回将悲伤往水里丢要啊不要讲这尊的我想牵着你可爱的小手朝我们的家一直走然后说声再说声你再说试试看走吧